腿都好直、好白、好漂亮，哪像我们的腿都这样粗粗的，很像萝卜腿。然后就怪吴老师就这样看，吴老师就说不像啦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黑的萝卜哎。看到有牙签，牙签，原住民喝酒很有意思哦。还好你这哦，那里有牙签，不是这里有牙签。吃便当啊，刚刚我们吃便当不能随便吃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尤其在这，你看，看到有牙签，牙签。原住民喝酒很有意思哦。还好你这哦，那里有牙签，不是这里有牙签。他是真的牙签哦。现在交我们跟老外交往啊。我跟老外交往是俄罗斯那个吗？没有啦，是他跟老外交往，他跟那个魔兽，哇，交好一小阵子，所以老外的审美观怪怪的，你不要人家没学你就这样。老师要讲笑话，老师，牙签牙签，原住民啊，嘿，只要在一起。笑话很多，笑话不断，尤其是要配酒哦，要配酒哦。阿妹祖说哈，哦，阿妹祖啊，卢学瑞，嘿，他的爸爸，阿秘书，他的爸爸，嘿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们呢，只要一个盐巴，我们就可以配酒了，配酒，盐巴就盐巴就配酒啊，盐巴，因为他们喜欢去海边嘛，哦，对，潜下去哦，嚯，要等到一个月才会来。有时候是例外啦，我们泰雅族是配那个腌肉，腌肉就吃饱了，哇，那很棒啊！看一下布农族很厉害，布农族说，我牙签卖咖啡的，我就可以，牙签我就可以配酒喝了啊？怎么配啊？怎么配？牙签往这个嘴巴这个嘴巴那边刺一下，写出来就可以配酒。真的蛮咸的，很咸哦，不用去海边喽。真的是的，拿起来配。哎，一开始老师就来个开胃菜了哈。来，每一个人，我们讲个笑话的感受一下。哎，来呢，鲁尼，他哪一族的？我是阿美族。阿美，阿美族，哎，阿美族的都漂亮哎，就是白样，白样也漂亮啊，白样，要看情况来，漂亮啊。阿美，其实搬家装，我记得要爱发光。我是否有希望？哎哎，你的故事是？我的故事吗？哎，你的。是分享开胃菜而已。是自然课的时候，然后老师就问说：“哎，那个，请大家举例一下热胀冷缩的现象。”然后有一个原住民学生说：“那个老师，寒假四个星期，哦，暑假八个星期，哦。”鲁尼啊，这种小笑话里面的本子里面的东西，你也敢拿出来讲？尽量要避免啊！哪一家的麦瑞登来讲雄霸的早餐？早餐店的嘛，对啊，精品味的了，精品味。好了好了，那是槟榔摊女生嘛，那可爱笑话嘛，对对对。哦，好，来萨基努来讲。哎，你们是哪一组穿黑色？哎，台湾组，台湾组，台湾组，穿裙子。对哦，啊，裙子里面还有东西吗？对，很大的东西，不是啦，有没有裤子啊，或什么？其实现在都会穿裤子，以前没有。对，以前没有，以前就连内裤都没有哦。对啊，那个要是越过那个芒草堆哈，哇，啊，金价都。赌气啊，那都已经刮伤了啊！我们台湾组在越过芒草的时候，都会留下血迹了。假的，对，一定会。这里光血迹斑斑，血迹光加稀的。哎呦，我来讲个笑话听听看。在部落有一对夫妻啊，然后他们就打拼了一辈子，然后小朋友给他们钱说啊，你们有机会就去跟那个乡村报名说去旅游这样。对，哎，他这辈子没有去过旅游，然后就上了游览车之后呢。然后就一路玩，然后再回来的时候，以前的那个游览车上面是会放迷片的。游览车嘿。对对对，以前是会放迷片的。然后呢，可是那个老先生因为时间到就比较早睡，哇，那个老太太就沿路看了，看到后面越看越气，就直接打她的老公：“你都骗人，你都骗人！”她说：“我哪里骗你啊？那个东西可以吃，为什么不讲？”烤一杯喝，烤一
杯哦，不然比较好笑啦。你的你叫重口味哦，都还没有喉咙进。来来，这是我的第一杯，这是我的第一杯，这是我的第一杯，是我的第一杯。天哪，喝完了，你们会看宝丽达 B。哦，好好喝哦。往事哇，很甜。刚刚那个吴老师讲到爸爸嘛，因为从小就是我爸跟吴老师是好朋友，但他们两个真的是一对活宝。以前呢，就而且我刚刚看到那个傻给女哥穿裙子嘛，就想到那个有他们遇到那个台湾族的女生，然后他们很喜欢爸爸跟那个吴老师，然后他们就穿那个迷你裙，这样走这样。吴老师，你看我的腿，我好羡慕你们阿美族跟泰雅族女生哦，你们的腿都好直、好白、好漂亮，哪像我们的腿都这样粗粗的，很像萝卜腿。然后就怪吴老师就这样看，不会啦，你的腿不像萝卜啊，这样子。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台湾族的女生就很开心啊，说真的吗？真的不像萝卜吗？然后吴老师就说不像啦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黑的萝卜哎。放太久了，那是我怀疑哦，我们这些人哦，将来下地狱以后啊，对，都会去割舌头。没错，嘴巴真坏。来，嘉庆先来一个，嘉庆。哎，因为刚好今天我们就带乐器嘛，我们就带一首可以边唱边讲笑话的一首。哎呦，那这么厉害！这首歌来自于蓝心乐团的《奇幻动物园》。哎呦，走着走着，我走到哪里面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了一座动物园，里面住着许多动物。那是我走进去这个动物园呢。首先呢，我今天看到一个长颈鹿。哎呦，哎，长颈鹿！可是这长颈鹿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它就一直撞那个地板。我说，哎，它都流血了，怎么不会痛吗？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过去，我说，哎。长颈鹿，哎，动物是会讲话的那边，对对对，都喜欢动物园，对，喜欢动物园。我就说，哎，你的不会痛吗？一直撞地板。说没有，我立志要学外面那只长颈鹿，这样，还要学那个动物园外面那个长颈鹿。我就看过去，我看到了，我就吓一跳。你知道他在学什么吗？他在学一台挖土机。我走到动物园里面，是，我就看到一条蛇，哎呦，哎，蛇啊，你今天走路特别奇怪，你怎么是直直的走呢？你不是应该弯着走吗？蛇形啊，那个蛇就很闷的回答我说，对，我之前弯着走，我得了脊椎侧弯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哎，好突然。对，还想听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天生就是很开心，乐天啊，对，乐天，每个都是乐天，而且他很知命，乐天知命，然后知足。今天能快乐就快乐，哎，有酒把他喝到醉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哎，有哦，因为以前现在好像不小心吓到，有点晕哦。哎呦，你刚刚吓的，就叫你先不要吓嘛。有丢了，有丢了，后劲很强，那么重。